嗰個電影 Titan 賠咗好多賠錢，一百三。八十幾起嘅車，你一百三十幾啊？係啊係啊係啊！你做邊行？人力資源嘅。做人力資源。邊個打嚟？大力量。人哋話大數講話，即係買兩百幾萬嘅車，你點你都冇一億都有五六千萬嘅投資金啊？唔係，好高唔高？喂，即係我估錯啦。唔止，即係只呢個數，我仲使做落去，我做啦。請唔請人？請唔請人？阿馬總，你睇大量啊，係嘛？我係下個天鵝股啊，天鵝股啊，三四千萬嘅小動物。唉，不過認真啲幫你評買呢部車先。上一年年十二月份出牌，13000公里，我評估呢就71到75。喂，嗱咁啦，我哋咧即系做翻个朋友，特别呢啲咁样嘅豪华车，你一定要见车先见到啊！顺便我哋带埋份简历噶啦。